看这一题，他要你求这五个数据的平均数、算术平均数、变异数跟标准差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算这个平均数啊。平均数就是五个数全部加起来，啊，一加四，加五，加七，加三十三，然后除以它的资料个数二四五，那这等于多少呢？这个等于哈，这是一加四加五加七加十三，这个等于三十，然后呢除以哈五，除以五，哎不对，三十除以五的话就是六了，哦六三十。好，那，啊，这个呢变异数哈，变异数的话呢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离差平方和，哦离差平方和，啊，除以那个个数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呢，这个离差平方和等于多少？这个离差平方和哦，这个缪是六嘛，那第一个资料是一，哦，一减六的平方。加上四减六的平方，啊，加上五减六的平方，减六的平方，啊，加七，七减六的平方，加十三减六的平方，啊，除以五，啊，知道这是五了，所以这个是等于多少？这个的话呢是等于。这是五的平方嘛，二十五啊，加上多少？这是二的平方是四，加上一的平方是一，加上这也是一嘛。好，那，啊，加上多少？这十三呢？十三哦，减六，这是多少呢？七呀，七七四十九。等于八十，哦，这加起来是等于八十的，那这等于多少？五一五，五六三十，所以哈，这个标准差就是根号呢十六，等于四。